我知影大家唔在讲这啦，所以吼，尽量，比如卖讲拖伤久啦吼，啊，唔在尽量短，一轮怎样？是不是让请你担当公平的？OK， 这一节足重要吼，咱今日来吼，全部学者吼，基本入手的啦吼，恁讲起吼，啊，这个生念处吼。生念处，咱老师在讲吼，你家会使修吼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五根，袂使不是进入一根要把它下到，一根就是咱在讲的控阻挠，阻挠是 short memory， 分析语言文字哈，这所以所有 meditation 如果跟这些语言文字逻辑哈，还有想象哈有关的话。都不是正统的，比如说有人说爱属习，属习叫康定，康定就是逻辑，就是数字，就是语言。让所有物件哈接到电脑面前哈，都会变成语言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分析，所以咱个听到什么声哈，一定要变成语言。啊，语言就是你要分析要用的。这种是阻挠，阻挠。生念处就是要把阻挠下蛋，阻挠下蛋。生念处无用到阻挠，啊，有人讲啊，你要怎阻挠，要怎下蛋？你只要没有逻辑分析，没有想象，啊，这些的话，你就是要，你就会让你的阻挠下蛋。啊，阻挠下蛋，相对的讲，你右脑你就 active。我打算跟你说右脑是左脑的100万倍。老人痴呆症，或是你无什么物件，什么那都拢袂啊紧。你只要把右脑 active 起来吼，左脑你无，你100万倍简直吼那个太可惜了，太那个了。所以吼，这足重要，你一定吼要用这个时间吼，把左脑吼让它休息。咱咧困，拢左脑拢下当。啊，就是因为左脑下蛋，所以你无语言逻辑分析，你也听不到这个。啊，我的耳鸣，就是因为我左脑下蛋，所以耳鸣就不见了，马上不见。你只要你要我到和你的左脑下蛋，你耳鸣会完全不见。好，我即摆甲你弄一个入手办法，即应该讲我安那办那出入习法。出入习法哈，你基本上你得提这个鼻根。鼻啊，根见为言生事，这个叫口诀了哈。根见为缘哈，心性啊，根见事啊，叫做触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等于讲哈，你去观察哈，根见的影响跟改变，这个咱的当下，你就要比如讲，你的呼吸哈。你不是用手在呼吸，是用鼻子在呼吸。它是一个自律神经，它是一个自律神经。自律神经的功，不管你按怎，它一定会 continue 的，一定是一直在进行。你不可能可以动得掉。啊，这变成一个足好的哈 meditation 的那个步骤。啊，你变成观呼吸，呼吸有两个特色特点。一个讲露出，一个长短。露出跟长短，空气 inhale、outhale、exhale， 就出去跟进来，哦，空气进出。啊，长短，长呼吸还是短呼吸？因为你袂使用意根，所以你袂使去 manipulate， 你袂使去运作哩。所以有人跟你讲吼，我坐在坐下面开始观光，你这个呼吸从这里这到这到脚，这拢唔对，这拢是假想观，这拢唔对。有人呼吸了，坐在高开始观哦，我到我的脚啊，到我的背部啊，然后要从这里出来，这唔对。这是密宗啊，跟密宗的相关啊。啊，有人讲我坐在高，你个观想丧失啊，啊，有人坐在高，你个开始熟悉啊。这都不是正统的，这种不是正统的。啊，有人讲你坐在个脚骨要爬起来，爬起来你会疼，会麻，这个都没
都会阻碍你。你个外面坐坐足好个所在，足舒服个，徛咧还是安怎拢会使？你坐在个观呼吸，啊，怎么观呼吸呢？你把你怎么你的眼睛不用了？我怎么只找一个 pair 来修？我眼睛、耳朵都不用，所以你咧坐个时吼，目睭快快，目睭快快，你无目睭金金吼，搁咧坐时唔对，目睭快快。收音机关掉，电视机关掉，都适当找一个地方拢无声的，啊，出门房间坐咧，啊，啊坐啊坐坐，足好个所，足舒服个。啊，你观呼吸，要安怎观呼吸？进出跟长短，你来知。有三个所在，你一定会知。鼻腔，入来时较凉，出去时较温，对无？这就是伊个改变，你只能观它的改变 ，the difference。From the difference, you know is in or out, or long or short. 哦，你看伊改变，并且鼻腔，啊，搁第二所在肺部，空气入来时肺部会扩大，所以你往后仰一下；出去时会缩小，所以你往前缩一下。啊，第三个足简单，你若倒咧腹肚，空气入来时腹肚膨起来，出去时腹肚耐者。哦，啊，你个一直咧观，用这三个部位哈，改变哈，改变，你会知讲露出跟长短，啊，你个一直concentrate的，因为你即摆时哈，你观露出长短哈，你个无咧用右脑，无咧用左脑，无咧用左脑，相对你个右脑 active 就会让它刺激。所以这个对你的心态足好诶，足好诶。啊，你慢慢哈，你会进入哈，有一个叫做练习片身，练习片身哈，不是讲全身的细胞在呼吸，是你接咧讲三个部位以外哈，你嘛可能发现讲它的影响跟改变。对，呼吸进来跟出去哈，你其他的 body 的其他部位哈，你往往感觉到吼，好影响到，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你坐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脚骨，你感觉有电流，进来跟出去又感觉有电流，所以为什么有人出去这个老餐，伊就经常讲有电流产生。这个哈，姓彭啊，姓彭，这彭先生，伊打坐。超过十年啊，所以伊毛这個体验，对对。我讲这个最好的，那个用这个方式啊，那个用这三个部位，三个部位，这慢慢那个我体会的啊。经典嘛，就只能来讲讲，以这方式了哈，因为对身体嘛，各方面会靠的啊。用这三个，所以西方学者咧讲的迄挂物件哈，拢是咧讲这生命处。你不是思考，也不是集中注意力，集中在什么东西？我唔是咧集中，我刚才观这个现象呀。啊，这个现象就是限量，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即马咧发生的代志，我也知。啊，即马发生的代志，上明显的就是呼吸。啊，其实还有其他东西，比如说舌头了哈 ，mindfulness eating， 有人迄个哈厌食症、忧郁症哈，有三个哈症状啊，一个失眠了，第二个就是没有食欲了。忧郁症的人不爱吃物件，伊唔知要吃物件，所以他没有食欲。啊，因为这个失眠跟没有食欲啊，所以让他 body 哈越来越 weak， 所以他没办法集中精神。所以要怎治疗 depression， 除了我头先讲的哦，讲你用这方式，你有法能困去，啊。第二，你要吃 mindfulness eating 就是这一组，舌跟味道，它是一个 pair， 啊，舌就是跟味道就是劲，啊，这两个它的互相的 interacting。爱知，啊，什么叫做互相 interact 的爱知？
你食食物件吼，啉汤、食菜、食饭，那个胃都不一样。咱足侪人咧食饭吼，都没有在注意这个胃，都在想其他东西。啊，安尼的时候会厌食症，无忘记哦，迄个人厌食症。你教迄个人吼，他有厌食症，伊讲你咧。咱就来啉汤，啊！你注意味道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啊！即马了是啊，都咱即马吃一口饭，你咬，你看它的味道感觉会不一样，会慢慢甜味会出现。啊，加菜嘛是赶快那啉，啊，他不知不觉哈、哦，他会吃掉三碗饭，厌食症就治疗好了，因为你一直在注意那个味道。千金，味道千金，你不能用右脑，用左脑，你只有在看那个味道的改变而已。所以你不能用意根，不能用左脑，不知不觉吃沙发饭啊，啊吃沙发饭那个啥好嘢咧？讲厌食症啥好嘢啊？他说忧郁症用这个方式，你就慢慢把这个亲人病人去。有一阵治疗，我当时就是安尼嘛，我用这個方式。我反正一阵未食未困，哦，你所有可以感觉到的痛苦哈、哦，中年丧子哈、哦，那个哈、哦、会很可怕的，因为你惊吓，老爸老母过身去你不会惊吓，但是儿子哈、哦。独子哈、哦、过身掉，你会惊吓，挂名哦，惊呀，气呀，啊，因为半夜哈、哦、惊醒，长期压力哈，你煞变成哈、哦、一种习惯呢。我逐暗哈，拢困到两三点，我惊醒啊，惊醒我阁无能通阁困去啊，因为我足惊呀，惊恐啊。所以圣经咧讲吼，心有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惧。你马上恐惧出现，因为你有些挂碍，就会产生恐惧。啊，这种恐惧哦是足恐怖，足恐怖。因为那个哈、哦，就像有人哦拿一支枪哈、哦，一支刀要杀你一样的恐惧。你感觉讲啊，这代志发生在我身躯顶啊，哇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暗时会惊，会惊呀，会惊呀。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啊，久而久之哈、哦，一两个月以后你。就变成 depression， 啊，身体一直散去，啊，就变散去。哦，我有用这方式啊，然后说啊，最后嘿，你今摆可能无问题，要食物件嘛无问题啊。啊，慢慢身体就 recover 了，啊，一 recover 又回到正常人生活了，那就变成正常的人。所以有不病也行哦，啊，用这方式可以治疗。差不多一次要多久？几分钟或？越久做这个越久越好，因为对你很好。像我常常在做这哈，我一般哈，我到今啊，每天晚上都是一点才睡觉。我之前我因为我拢爱写电脑程式，我拢爱写电脑呢。哎，电脑程式足复杂，但系说哎一直 debug， 一直找出来。我拢差不多暗时拢七点啊困啊。啊，下早时六点后去，六七点后起来，长期都是这样，长期拢安尼嘞。我无花很多时间是这样，所以我发现讲，其实我并没有，虽然进入老阶段了，可是没有生病哈，还可以做很久。是，对啊。你今晚做我过，几摆？目前刚爱一摆做我。随时随地有时间，我唔免做苦。你个鼻孔，你也感觉痛，我就接咧，我就开始安尼，啊。然后另外啊，搁一个方式哈，唔是干咧困，干接咧会使，行住坐卧拢会使。啊，我教你一个物件，是 walking meditation。我顶边发生车祸，我迄台车叫弄一下哈，啊，我怎啊？全规身骨痛甲吼，我伫边啊，我女儿吼送去急诊吼，啊我伫伊个迄个病床咧等迄个迄个检验报告出来吼，
我这腰啊痛到吼，我坐到这吼后壁爱拄两块枕头咧，啊咧行路我足痛，撞到了这腰，啊我到尾无法度吼，我感觉伫迄间伫病院病床里面咧等吼，你煞过一工走去看我，我讲哦我痛到要死，啊我到尾我怎啊开始伫迄病床吼边啊，啊伫迄走道。做 walking meditation， 我做15分钟，腰痛完全消失掉，消失掉。安怎做？walking meditation 哈，你这时候不是在呼吸了，所以你在观的不是呼吸了。我这摆跟你讲，其实这足灵活的。你的 walking 哈，你在行路，行路，你的 body 的。The changing， 你的 feeling 的 changing 在哪里？在你的脚掌，脚掌。所以你迄阵啊，你我咧行路的时候，我拢无穿鞋，我伫边嘛是安尼无穿鞋，鞋脱起，安尼行，啊行足慢的，行足慢的吼，爱护士行过拢甲我问讲，哎呦 OK， 又是讲这老头子啊，这快要死掉了，你行路遐尼慢，我讲你袂懂，安尼 OK， 15分钟我又有听。所以说有两个，因为你要走很慢，要走很慢，夜班的啦。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进入心念处，心念处跟你在睡同款的。你睡，你不能走得很快啊。所以很多师父拢跟你讲，我跟每天那些走得很快，那是在练身体啦，那不是在解降，那不是，因为你的所有。步骤就是要进入心念处，心念处。所以心念处是六根完全下当，所以你要越慢越好。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，也是很慢的很慢，因为你要慢，所以你必须要一个方式，你才有法度慢下来。咱的人啊，重心是两脚中间，所以你走路一定要快，啊，不然你会倒啊，你一定会倒，一定会倒。啊，是因为我要足慢的，我行外慢的，我行十步吼，可能要四五分钟，是很慢。啊，唯一方式的就是把你的 whole body 哈放在没有动的那一只脚，这厉害哦。别话，我现在问你一下，我现在行了，我往前哈，我这边往前哈，没有动的是哪一只脚？左脚啊，所以我的 whole body 我放在左脚。啊，这腰只啊，刚垫着尔，啊，我会使足久的，啊，举起来，我放在右脚，是吗？后巴底放在右脚，是，啊，然后个后巴底放在左脚，哎，你也使撸，足慢足慢。脑筋要想什么？脑筋放在脚掌，你打了，但背起来，你也伫地毯吼，他个背起来，你也发现讲。那个地毯哦，慢慢又挖线，搁那个爬起来。你啊，伫草地嘛是啊，打了时，你有发现，你无看到迄个草吼被你压下去，可是你感觉讲，你草即卖状况慢慢被压下去了。你压下去，草慢慢 release， 干嘛？你无法看会到，所以叫做观。哦，它不是看，它叫观，用 body 的 changing 来 interpret， 这个哈左脚右脚哈，会让你后面这个筋哈一紧一松。你知这个是一个师傅教我，他是马来西亚的少林寺武僧，他因公因老因阿公因阿因阿祖三代拢是少林寺的武僧，他是马来西亚武术冠军，因为出去进行马来西亚武术，他之前是在那个庄严寺，纽约庄严寺的住持叫纪如法师，一招来，招来的 LA 哈、哦，教分这个物件，就教行路哈，教两天，我突然去甲伊学这個，啊学了是，伊讲哈，这个叫易筋经，易筋经哈，拢在练这个物件，练这个筋，后面筋一紧。一松，什么时候教我们啊？我现在等一下给你教，所以说，我现在15分钟哦，
腰这个腰痛吼，我本来坐吼，爱放两块枕头哦。你走路会疼嘞，连坐我都会疼啦。我行十五分钟，好去，好去。所以我发现讲，哦，原来这吼、哦，这个叫易筋经，易筋经挂厉害，易筋经所有少林寺里面哦，令狐冲啊，所有 B 啊，哈、啊，那个令狐冲，你知道令狐冲？老师哪三个字啊？哈、啊，易筋经哪三个字？啊，诸葛。还诸葛那个哪三个字？令狐冲。易，简易的易。金符的金啊，易经，易经，经哦，就经文的经，经文的经，易经经，易经经哦，记录瓦斯，伊就是把这个物件融入我今日的提醒，所以你若看，其实哦，足侪基督教哦，迄神父哦，咧点神通嘛，比如讲你无通行咯，伊讲来爬起来，你教我行，来。一只脚过来，一只脚过去，一只脚过去，走一阵子绑你，也行咯。其实跟这有关系。对我来讲，原理就是这个：一只脚，重心放在这一只脚，行咯，重心又放在这只脚。那意思，你这都要跟蛇同款，是。啊，等于上班嘞。啊，下班嘞吼。啊啊，你的脉哈都放在脚掌。啊，那有脚脉好。都会好。Yeah, I'm very impressed. 你说中风多好了，那我很奇怪。都会好。这个在台湾，我都改亲身的经历，只十五分钟，我发感觉 amazing。你中风醒来，我来问你一下，你中风是哪一方面？右边、左边？我是哈，血块压住左神经。好好。左边的视神经。我不是，但是我讲 physical 的就对了。无非是看，但是我看物件左边吼，拢乌，拢完全乌的。我唔是目睭的问题嘛，唔是迄个。唔是讲安尼办事那种。不是，啊，我就是用迄时间吼，我的血块被我消掉。消掉，被我带走了。你那个意志力很强哈。不，意志力很强，我讲话易啊。那mindfulness 啊，mindfulness 你会有那个贝塔很多会一直产生啊。所有 mindfulness 你会 feel very comfortable。啊，就是中风之前老师就学过这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对，一般哈破鼻都啊刚好相反了。你破鼻哦，一定心情假坏了。啊，所以说为什么心情假坏哈？领导人就讲，无咱来露营，那个就时节嘛。有。哦，啊，无咱来食较好的物件，啊，迄个是。一些的时速嘛，但这两项有效，但效果微弱。有一项特别 powerful， 就是从心，这个就是 mindful， 从心治疗。这个是最近吼，比较 mindfulness 啊，咧热，什么 yoga 啊，这些拢有帮忙啦。哦啊。但是我个人感觉讲，找我一个朋友吼，有 depression， 吼、哦，啊，有当时就来，啊，人来的时阵吼，老母吼按台北坐遐久的来，啊，八十几岁哦，啊，无要甲伊讲话，啊，无要敲电话互伊，啊，我是听因厝内人讲，伊若发生就安尼，我系讲你爱去找医生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拢去看。psychology 心理学，啊，心理学甲伊讲哦，你安尼莫记你的老母，伊大概伊细汉长大的过程吼，无老爸，老爸真早就过身，啊，老母真严，定定甲讲好啊，甲歹，那种治标啦。啊，伊读啊博士哦，啊，我想讲，啊，你妈妈甲你培养，甲起码嘛也咧 support 你吼，啊，你按好来想，吼、啊。我讲你啊，着见心理学家，无得你迄落啥物多方面啊，阿咪啰是欠嘛，无一定。你也爱找医生，你莫单看，你若单看精神科医生，药也吃着。但是你吼，说个 relationship 吼，人咧袂开，拢是啥？夫妇无好啦，爸囝无好啦，甲顶头的人无好势，所以遮你也着爱 take care。你单单讲哦。啊，吼、哦、，yoga 好 ，mindfulness 好，你无，吼、哦，啊，较食药你嘛无解决你的人与人的关系，
所以我想这是好人形容的这个 picture。 对，我说这不是说叫你 against 哈那个正规的那个医疗，不是被外公，这个是叫 addition， 正规的医疗哈，你去加再加上这个，比如讲，头先你咧讲的，伊这 depress 哈，伊个即马塔卡普斯啊，伊老母个感官啊，要 support 他，你应该放下，但是他放不下，因为咱人哈。拢有一个足大个、足大个习惯哦，缺点哦，拢要注意结果，那个结果一直想讲要把迄个现状改变过来。其实 mindfulness 吼，不注重结果，是咧注重过程。他叫你要伫当下，啊，当下就是过程嘛，就是我即马发生个代志，啊，你即马发生个代志吼。所以讲，就上简单，你即马我个用观呼吸嘛，呼吸即马咧发生的代志，啊，由这个方式让你的这个第六意识跟左脑下当，啊，一下当的话，就足侪问题就会慢慢 recover， 包括很多 energy 会，你会 feel energy 也进来。你别 let go 啦，对，啊，这种方式。单调。你讲哦，单调，即变作一种哦，一种知识名、knowledge， 但是你唔知迄个整个 picture。这个 picture 就是讲，我用这个生念处，我个有法度，互我迄个暂时单忘掉。啊，听好，我身体哦 ，fully recover， fully analyze 的时候，了是，我刚回来处理这些问题嘛。那嘛是安尼啦，咱无处理无通处理的代志，赶快去困一醒，过长工吼，你身体较好时，甲迄个病情处理，那嘛是安尼嘛，一样。这整个这个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嘛是赶快安尼，啊，唔是讲叫你讲，啥物拢无爱插嘛，不是放下，唔是放弃，无赶快放弃跟放下无赶快，放下是讲。我个抗性罪，我们即卖咧发生个代志，我只注重过程，而不注重结果未来。啊，咱但是一般哦，咱迄个未来迄个结果，你感觉讲就是 against 即个障碍存在时，我一定爱把即个障碍排除掉。有法通排除，咱给它排除啊。但是足侪情况下，咱无法通排除呢，包括咱咧破病啊。破病，大家人嘛是讲，我不爱这病啊。可是那病来了、啊，你要安怎？你不是讲，你不是讲，哦，我不爱这病，这病个就会不见啊。你可要找方式讲，哦，我身体够强壮的时，我该来 fight 这个病啊，这病啊，我搞我迄种 recover 嘛，感谢阿林，后边有几位就在讲去。是我现在迄个林博士吼，足侪问题咧，我给归纳三个啦吼。第一问题咧是讲，我是读迄个应用科学的吼，就是讲即个 mindfulness meditation 有效，我唔是咧讲无效，我知影讲有效，大学嘛咧开课吼。但是我咧讲，你所在即嘛唔知有文献解说讲，伊的迄、那个。biological mechanism 就是讲，伊个机构相当来有效安尼啦吼。即因为科学是来讲有 evidence， 啊这样你若无 evidence， 就咱变玄学。对。吼，啊就咱变用相信的方法来算的，迄个另外一个学问啦吼。啊，第二问呢，就讲拄则你讲迄个 George Taylor 一本册是大家需要读，一本真趣味，我有读过吼。但是我问讲，伊是迄个先天 congenital aneurysm rupture， 先天血管瘤破去啊，啊开刀好起来咧。胃炎，嘿，胃瘤破去，伊到用 meditation 去帮忙伊个迄落病好起来咧啦吼。啊，第三我的 comment 就是讲，
医生虽然医学虽然是到二十一世纪吼，还有一寡医学咱个唔知，特别是精神科方面的吼。啊，所以有这 meditation mindfulness 有伊个 spectrum， 有伊应用的所在。啊，应用的所在，所以我无甲伊否认。但是我想是因为科学个医学也无发展个到安尼吼，才会互咱感觉讲啊，你实在唔知影。啊，所以我请教你这個问题，先做哪样呢？你这吼，只个体了吼。伊上大的贡献吼，就是伊甲左脑甲右脑吼，诶 ，function the different 提出来。啊，伊上大的贡献嘛来讲，左脑是一个 serial process， 右脑是一个 parallel process。因为这阿林吼，你有可能甲有可能解释讲，为什么有一挂人足天才，为人唔捌学过钢琴吼，连乐谱啥物都唔知。但是一听到这交响乐曲，伊跟我拢弹，我懂啊。那伊这是安怎达到这么境界？因为右脑跟左脑的方形完全不一样，右脑是左脑吼的 capacity 100万倍。七连针哦，日本一个教授吼，就博士七连针。七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田禅真真实的真，你伫网络拍一个真，这人贵姓个？伊研究即个足侪，啊伊嘛一直咧提倡讲吼，即右脑教育，右脑教育。你头先来讲讲，这个医学上还是很争论很足侪吼，但是我家本身吼，用即、這个用即整个 mindfulness 的理论教法。就去看，它真实性 是很大。比如说左脑它是管语言文字哈、哦，啊左脑下当的话，耳鸣就不见，因为我在耳朵哈、哦、，translate simple language 哈、哦，它一定要变成语言文字。啊，因为我家有一个神经瘤，所以伊无法变成哈、哦、语言文字，伊个声音哈、哦、变成哈、哦、变成一个 noise。啊 ，noise 我赶快一样，我想要去 interpret 左脑，所以我会产生足困扰的。啊，我左脑下当，我这个不见。啊，因咱咧困嘛是赶快，咱咧困是左脑完全下当，啊右脑阁有，因为右脑内底足侪事，迄、那个事哈、哦，伫心理学应该是讲的是 long term memory 或是 deep， 就很深层的那个 conscious。的那个 memory， 黑门家有时候有人甚至更玄学说他来自前世，前世的记忆都存在了黑噶。啊，黑门家，你在这一个状况下，你敢忘感觉到黑门家存在，对抗六根要下当。如果你也讲要用逻辑分析的话，你永远无法度当达到黑的境界。就是说你要跟神对话，要跟主耶稣跟神对话，如果你用想象用语言文字用球的用声音去求他都达不到，只有在一个状况下六根下当你才可以达得到。而且整个 theory 看起来好像跟现在医学院在说的假的东西都可以吻合，而且我可以 confirm 说，哎，这种做法是对，那信心会更加 confidence。啊，咱足侪物件哦，就是因为没有信心，所以你想讲，啊，不然做干唔好，无定无好，你个起疑心，啊，起疑心，啊，伫宗教内底最困难的就是起疑心，对主耶稣的爱不能起任何疑心，好啊。圣经讲的话哈，你不会使去挑战他的，啊，本来就是阿弥啦，因为那个哈信变成很重要的，啊，因为古代人唔知这个方式，所以他一直要强调信，他强一定要强调信，啊，变成强调信哈，不信的话，你个排他信，对这个不信的人，你就会产生了抗拒的，啊，这个宗教纠纷来的，尊回教。这个纠纷跟阿弥来，啊，这很可惜啊！如果有这个 mindfulness 的话，不会 against 这个信，但是你会更加相信他，
因为我在我的 body 哈，可以来 reproduce 那种情形，那种境界。我古早捌看 psychology 一句话哈，讲二十世纪最大的发现哈，就是说you become whatever you expect。他说我们脑可以分泌那个 endorphin， 可以使我们 happy。然后我们的那个 mental 也会直接影响到 physical。所以我想跟这个有关系，我们那个 mindfulness 就是可以训练我们的 mental attitude。所以这样就可以治疗我们的病。我中风那礼拜最重要，中风哦，一开始哈，不要惊恐，你要身体要保持哈很 happy， 一 happy 哈，那个脑下腺哈就会一直分泌 endorphin， 里面最强的一种叫 beta endorphin。我哪会知这 beta endorphin 这物件？我有一个朋友哈，叫高亮星博士，一直 elegant 哈，在做经理，伊讲因。因为 Elegant 那个药厂有一大群科学家，对，专门在研究这个贝塔很多粉。因来发现讲贝塔很多粉吼，这物件，伊讲吼，发现有一挂病人吼，去予医生讲，这无效啊，伊怎转去？转去到厝吼，到尾怎好去？伊迄个这挂科学家就很好奇讲，你哪会好去？因就开始来问，开始来统计。因为这个病人有一个特色，他们回到家就一直祈祷，一直感恩，主耶稣的爱，一直祈祷，规天都在祈祷，都在感恩，身体就很高兴，到尾好去，因为改药时一抽出来讲，他的安多芬特别高，成分特别高，所以说因那个 Elegant 哈，发明这个肉毒杆菌的。这家公司哈就拼全力，说我要是制造出一种药，可以让你产生安多芬的话，我不得了，还不得了，所以一直花一大群医生哈，一个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讲变作合成这种药，最后还是失败。高亮星博士啊，给他找来来搞空这个公司，我讲那个东西哈。其实每个人都会产生，很多人都会产生，只是咱拢唔知，咱拄啊刚好相反，产生刚好相反的物件。很多人吼，伊嘛发现讲，只有在一个状况下，你就会产生。你要 compassion， 你要很有爱心，你要很慈悲，所以所有宗教人叫你去做善事。其实原理都一样，你要一直祈祷，不要怀疑，咱那破病都要刚好相反，破病一定在骂人，那个怪人说，都是你害我，你当时吼，莫搞倒霉啊，我即马都我个胃吼家破人亡啊，你得侵入我的家庭吼，让我吼，让我啊婚姻破碎，一直记恨这些东西，不得了了，你若讲这时吼，你不但会 depress。而且哈，产生跟安多芬相反的，安多芬相反那个就是毒素，所以你要吃很多药去中和那个毒素，那个药都有副作用。它本身你吃以后嘛，紧，但是我要产生安多芬的话，加倍一下就好了。我中风就是安好啊，我那礼拜多快乐呢！没有人快乐，没有人快乐。有人讲你快乐就好，来我讲你未快乐，你要方式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你就从身边处理去，你一直观呼吸，因为那个就是要让你的不快乐下降嘛。你不快乐下降哈，你这个哈，它有四个步骤：练习露出，练习长短，练习片身，还有除身。练习片身哈，你看囡仔，小孩子在睡觉哈，全身都会动。你要看婴儿哈，在困啊，趴在睡觉哈，伊在呼吸哈，脚骨买叮当，手骨买叮当呢，那个叫练习片身。哪个片身？片地的片。片。片身，你看婴儿就是阿练。
婴儿就是阿玲，因为伊在睏的是在呼吸哈，那在呼吸加三个地方好像在变化，一个鼻腔，一个肺部，一个腹部。我们要练习这样哈。不，你从这里进入，因为这个是太明显的，变化，所以大家人拢有法能感觉到，用这三个地方的变化来知道说呼吸的进出跟长短。啊，再来有一个步骤，你会进入练习片身。怎么练习片身？啊？怎么？啊，片身就是这哦，我的位置这哈，去问我的师傅嘞哈，去找我就是一家讲全身细胞在呼吸，我都骗啊骗笑哎，细胞会呼吸，你哪会知？啊，如果全身细胞在呼吸，那有可能你扑诶，那你耳朵哈，家的变化我会知，胸部的变化在，巴肚、肚子的变化我也知，因为我可以看到你前一天，我也知你现在是出来还是进去。我看你巴肚碰一下，哪一下，我就知道你这空气你排出来。我看我都知道，更何况家己。但是你会发现讲全身哈，其他地方嘛会。啊，这个步骤就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步骤下去，你就会除身，你会发现讲巴底不见了。就因为你呼吸本来就是自主神经，你会发现说好像我在呼吸，好像我在呼吸啊，这时候哈，你所有病痛会止息。你本来在疼，本来心态在烦恼，因为你没有用到一根，你会发现好，它好像是下荡了，一下荡哈，苦的止息哈，就是乐。佛教在讲的讲苦痛。诶，寂就是快乐的乐，喜乐。所以受念处第一个就是解喜解乐。啊，迄种迄别大很多分，就会一直肯定的啊，解喜解乐。所以我有个 slide 就是弄那些十六个步骤。但是讲你起码迄新贵来的那个前面乖乖登去看巴肚，碰一下，再碰一下，碰一下，那一下，那行路那个安尼行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啊，这两招吼，你对你身体一定有帮助的啦。呀，搁一个月来，你就讲，哎，我来你啊。是。啊，你今天去打了没？啊，今天去打了。师傅是啥物人？哦，我有问够侪师傅啦，啊，问够侪人啦，我若去甲人打禅七啊、禅八，迄个花很多时间，啊，我发现因讲的吼，拢互相矛盾，但是拢有可取之处。真的，其实所有宗教吼，只要它有治疗的效果，我拢感觉它里面有某些东西可以放进。你个提迄部分去吼，啊，有个人唔是专门吼，到处在夸人个唔对，吼，讲啊你唔对啊唔对，跟人家争辩，迄无意思。我就是要吸收你的功力，我唔是要甲你打倒，不是，啊，宗教就是安尼，啊，宗教基督教咧讲安尼，那唔是讲你去教堂个开始讲讲，啊，你讲拢唔对，你。那牧师公安唔对哈，没有天堂，也没有地狱，也没有神，不是。我反而我讲对，我们要赞叹主耶稣。我真的有上帝，真的有天堂，啊，真的，你一定要信，因为无信比无信好。无信哦，你也烦恼。你也有障碍，有信你也感觉足快乐。你那异端嘞？那你有没有信上帝？有啊，我有信神，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跟神对话，真的有神。那你的神是不是上帝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上帝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有神。名字不一样。所以有人在跟你讲哦，其实足多人哦，我跟他讲话，然后就说啊，你根本不信神。啊，不信神，那个没讲啊，那在讲宗教的时候，不信神那还这讲下去，全部都是废话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听的所有你讲的，我都接受哈，啊，方法哦，我也听懂，但是我是讲快，再剩几分钟，
带我们实地做一下哈，感觉体验一下。你这么接，你感觉你好，你有机会练习一下。哈，啊，无回去就袂响啊。你足重要的哈，你倒嘞哈，尤其肚子倒嘞哈，巴肚一定捧起来一捧起来一你一定会感觉。然后，因为你是要下蛋，所以说你尽量单纯化。为人是接嘞哈，我因那个开始放，所以为人。打坐的时候，在放音乐，那都不对。因为你一听音乐的话，左脑一定会放心。你左脑在放心，要把左脑下蛋，难上加难。所以为什么打坐、哦、那么难？因为方法不对。他基本上是用左脑，然后要把左脑下蛋。啊，这神念珠。我本来就是没有用左脑，我本来就是无念，所以你跟人不要讲说用一个念头来代替万念，我本来就是无念，我的本来实实在在就是无念，所以我本来就是没有逻辑思考，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那些都你那个讲的拢对，那个就是这个生念处的特色。老师，你都教我们呼吸啊，像你在写，比如说。眼根好了，要怎么做啊？眼根哈、哦，你要关，影响跟改变比较困难。当然可以，我现在一直看你，我一直看你，你会被我看你，你的 body 会有改变，包括我看你，我赶快。但是哈、哦，眼睛哈、哦，我老公我看一朵花，看一朵花哈、哦。你只可以看得到喽，你看白色，看绿色哈，你的 body 会感觉不一样，这是你会感觉 different， 一定是这样。你看黑暗，黑暗哈，明暗，用眼睛一定是一个明一个暗嘛，啊，那另外就是颜色嘛，这些都会你会感觉它的 different， 它的改变对你身体的改变。但是你敢往感觉讲？灰受你的改变，基尔贴的黑本来这个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改变不是花改变，基尔贴的哈，伊讲伊中风了哈，啊伊头脑唔在中风哦，伊讲爬起来哈，伊赶快搁去迄个跑步机哈，想要运动，伊讲突然讲感觉讲足奇怪啦，啊所以伊搁爬去跑步机要运动，啊伊讲感觉足奇怪。那把手哈是一个坡，一个坡，一个坡。然后一个同事拍电话来，咕噜噜噜，用听无，好像什么外星人在讲话。那个因为是左脑已经哈被血块压住了，所以说他 interpret 就是完全是 noise， 然后看到的东西哈，完全就是像坡，因为右脑看到的东西就是坡。这个要到量子力学里面，你才会知道。我们 body 有些哈 element 哈是可以感觉这个，但是你要把六根完全下到，你才会感觉得到。因为六根 dominate 一切，所以这些 element 的功能哈，你就完全被压，它在很底层的，在很底层。所以眼睛用眼睛修比较困难。佛陀哈教你用观呼吸，叫安那班那。啊，安那班那，因为你可以观哈根跟茎的 interacting。你内在空气受影响，你外较清凉，你也知出去较浑浊，因为二氧化碳比较多嘛，比较浑浊嘛。啊，你外时较凉，出去较温，所以空气有改变的嘛，你也知空气有改变嘛。所以你会互相 interact， 为什么呼吸哈、哦、这么重要？观呼吸这么重要，有道理。它第一是自主神经，第二它观这个 inter 跟静的 interacting 特别容易。所以人因为修行人特别把这物件提出来，提出来当哦，就是用就是修这个，啊不是讲永远都要观呼吸。你要看时间，比如讲你会当拄啊伫迄所在，
我袂使咧开会吼，也是搁甲人共款啊，拢坐咧甲目睭开开啊，袂使。但是我开的，我会使演讲的时，我会使安尼行路啊，安行路啊。趁着恁咧讲遐物话时，我会使吼，短暂用30秒钟来 walking meditation 啊。哎，三十分钟，我个让我的 body 甲你的 sleep 共款啊，而且比那个 sleeping 哈、功效可以抵过3个小时睡觉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好？厉害啊！还有 question 吗？那个林博士，所以讲到尾啊，就是讲 basically 那个呼吸法，呼吸嘛，practice 时阵，所以你先鼻子进去，吹出来，对不对？不使吹的。我特别问你这。那个不是吹，你的呼吸是按怎出来？鼻子吧。不是用吹。啊，所以因迄挂拢是咧练功、练功夫，咱毋是，咱的目的要进入。所以嘴拢白白啦。白白，哈哈哈哈哈。足侪咧教的吼，拢是咧练功啦。哦，比如讲吐纳，不是。啊，你也不是要控制呼吸哦。你毋是讲哦，我即马我要如办如好啊？啊，明明我的身体歹，一定很急促嘛。那个，照目前的状况。所以一端长短跟露出，就阿玲娘，短就是短，长就是长。想讲，这个入面要欠几 second 啊？不，阿你也莫想讲哦，礼拜吼，这空气吼，走跑到不，然后跑到丹田，跑到胃，跑到脚，那个叫假想观，那个已经在用意根在想了。开始在阿你出关了。对，那个已经在用意了，第六意识在转，那个是在左脑了。如果你阿玲的时要做脑要下蛋很难，所以为什么打坐那么困难？因为那个老师都唔知啊，啊，人叫你讲，啊，你个接一直接啦，啊，你就是没有做不久啦，你就是无定定接啦，伊叫你一接啦，我都唔是出家人哦，大概接很久啊，我真侪代志要做啊，我要赚钱啊，我要赚钱呀，迄个养家，我袂使你啊。我袂使哦，老板讲吼，哦，你拢在偷懒啊，拢在打坐啊，啊，袂使啊。我若敢问，我这不达的 activity 要很高啊，我袂使啊。不晓得有没有了解哈？那是人。林博士，你捌去验过讲你的体内的这分多精有比完全平凡的平常的人他？其实哦，因讲用血液可以量，可以量。哦，用你的，但系我唔捌去量过这个，但系你家身体会知啊，你若快乐吼，甲悲伤吼，对你身体吼都影响你会知。什么叫快乐？你回想讲，你咧结婚迄两天吼，你心内我蛙跳，跳唔到，心跳白痴啦。但看到迄面就知吼，你真欢喜啦。靠近你就知道说有喜乐。迄动物嘛会知呢，哦，你也足气的吼，迄狗拢唔敢来呢。啊，你也足欢喜的吼，连狗连咩狮拢敢来啦。其实一个差不多几只啊，哈哈哈哈哈。OK， 那不是，那无今日到这结束吼，就做些。不惊哦，因为后壁迄个梁志宏吼是专家啦，这梁会计师，啊，伊家己咧讲。一时吼，一个医疗王吼，往八仙医院吼，加比尔阿汉拉哈斯比头，这个名往的副董事长。所以你有啥物病吼，去切伊啦，啊，要打扫啦，去切伊啦，两块钱是有记哦。OK， 坐下。